高个啊，或是小资的，或是160的，像我跟 Kelly 这样，大家都可以穿。大家不要觉得说，哎，浅色就会显胖。我们这个剪裁啊，跟它这个料子，它整个就是完全肌瘦。来，你看这边的这个收的效果，而且弹性好，完全不用担心它干嘛分三段尺寸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它是真的很友善的。然后你看后面它整个顺腰的那个臀感，它是特别做了一再高腰设计，所以它会更加贴合你背部的曲线。身高跟我差不多167啊，高个，其实长度完全不用担心哦。S 号的弹性就已经非常的好了，它不会紧到你做运动不舒服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去运动爬爬山，它有凉感的效果，一定要有提臀的效果。所以你们在官网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model 拍照，整个的这边包收感是非常舒服。The legging 不仅可以配时装，也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可能要去做瑜伽简单的运动，它是没有问题的。